直播吧8月5日讯，昨晚权健在中超联赛中主场1-2负于建业，遭遇连败。赛后，球队大将帕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缺兵少将并不是球队输球的借口。缺兵少将是球队近期战绩下滑的原因吗？帕托显然不赞同这一点。对于一支成熟的队伍来说，不能够因为哪个位置缺少适合的球员就没法踢了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识，就是一定要踢整体足球，即便犯了错误，大家也要一起去思考原因，然后一起改进。只要大家把心团结起来，一场场地去认真面对，一定会取得好的结果。连续两场联赛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攻入精彩进球，帕托在球场作用以及比赛态度上都得到了媒体与球迷的赞誉。对此他坦言，我可以为了胜利去牺牲更多，如果让我跑动更多去换取胜利的话，我也会去做。我一直是尽我努力去帮助全队取得胜利，我所希望看到了的就是赛季结束后我们的球迷和我的队友都很开心。现在我对亚冠联赛成绩取得突破有很大期待，我确实非常喜欢自己进球，但对我来说，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进球，而是胜利，全队获得胜利要比进球的感觉好很多。未来，我希望我的进球能够取得更多胜利。